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就带了35个善信来到会霸冠志，就是青莱的一个旅游景点。但是我当然不会带人只是来旅游景点，这里就是青莱一个最高的一个观音寺。会霸冠志主要由九层佛塔、佛殿和观音像三部分组成。佛寺里面有一座手持净瓶的纯白观音雕像，是泰国现在最大的观音雕像，足足有26层楼那么高。观世音端坐在莲花台上，双眼慈祥，笑容庄严又亲切，巨大纯白色给人的心灵带来了无限的震撼。除了巨大观音佛像之外，旁边还有一座壮观而美丽的九层佛塔观音殿。这座佛塔修建的时间不多不少，刚刚好是999日，真的很神奇。它和泰国常见的佛塔不同，这个佛塔的结构结合了纳兰、中式、欧式的建筑艺术，以12角锥形塔身、红色塔檐、入口中式的双龙装饰，形状很特殊，独树一格。九层佛塔中间供奉着一尊高6尺，亦都是目前全泰国最大的香木观音像。而楼上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观音雕像，例如送子观音、杨柳观音等等。据说会巴贡子的朴措大师在2004年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都只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小佛寺。后来朴措大师默默行善，获得大众的拥戴，并在机缘之下去了普陀山。回来之后，他竟然梦到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发愿就要建造一座巨大的观音像，所以才有现在会巴贡子这么大的规模。其实这个寺庙里面的高僧是一个州半级的师傅，他的名字就是叫做古巴波措。古巴波措其实跟我师傅古巴拉柴一样，都不是你来到庙能够很容易接见和见到你们的。我其实亲身我都告诉大家小秘密，我在泰北修法了这么久，都是第一次见到师傅。好开心，刚才师傅就跟我一个我们叫做贯通力量，他看了我的前世背景。除了来我间隔下咧，带我哋嚟咧做善事咧，都会帮助。除咗庙咧，都仲仲有学校嘅。听佛讲，佢话咧阿赞达卡咧，都话好开心见到阿赞达卡。阿赞达卡咧，除咗系好好人，阿赞达卡都好似一个神仙咁嘅。哦，好贴佛教，贴佛教，不碰嘅。师傅说呢，师傅同观音睇埋几年嘅啦，但係呢阿赞卡卡呢都係观音嘅一个替身。你除咗係观音呢，你本人都係四面神，边个都好如果呢你想得到咩阎王要求咩嘢呢，都可以同阿赞卡卡求嘅。有机会呢，如果想自己来就来这里拍一下照片，应该都很难遇到师傅的。话说刚才刚刚过去找古巴波措师傅的时间，我经过去这里，我就望到这个的佛珠啦，佛珠那个光来到都很强的观音光。我就刚才跟啲善信讲，我话女人戴咧就好平和啦，越嚟越靓啦，带有观音嘅福光啦。咁啊，一次过唔小心就扫晒人哋呢一度圣物啦吓，系啦，圣物俾大家翻去咧，令到你咧有改善之余咧，亦都可以令到庙宇咧有一啲嘅即系善本收入咧，可以兴建医院啊、孤儿院啊、建庙啊，其实都系啲功德嚟噶。啊！呢、這個古巴好似話一個醫院係免費俾人哋去治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好出名嘅。呢邊嘅醫療設備比較落後，咁佢就起咗一間醫院。咁啊，呢個醫院咧最主要就係開咗之後咧，任何人去睇都係免費嘅，係唔使錢嘅，非常之厲害，好感動。大家咧可以做少少地，簡單地做下功德嘅。
程序就喺度啦，跟住咧对住个观音拜拜得啦，第一身镜头啊。泰国的观音保佑啦！除了米之外咧，你捐一百匹咧都可以做善事嘅。呢个一百匹犀利啦，买地啊，做地主啊，一百匹啊，其实真的。